你不是喜欢那棒子吗？给你呀。 杀死自己的人，毫不在意啊！妖猴孙悟空，狂性大发，一日之间途径花果山幽州，如此，怕是整个妖界都容不下你了。求求你！ 杀了我吧，杀了我吧！没错，就是这个表情。我要让你知道，什么叫做身败名裂，什么叫做生不如死。齐天大圣，我看连丧家之犬都不如。 这定海神针本是我龙族的至宝，物归原主了，我就用它来送你上路。来世，希望你可以本本分分，做个畜生。
殿下，追吧。不必了，孙悟空现在与死人无异，本宫随时可以取他的性命。回宫。他娘的，欺人太甚！这些年他们压迫咱们的同族，压迫的很少吗？不行，夫人，要不你先回去，我去干。算了算了算了。